Hello， 大家好，我是练夹子的瑜伽老师，我叫 Iris。 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来帮助大家以瑜伽的方式去放松的身心灵，带领你去好好的放松你的身体跟心理为主。在开始上课之前有一些事前的准备要先跟大家告知我们可以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下套上一件你觉得舒服、舒适、喜欢的衣服，记得不要穿袜子，因为你的袜子会让你滑倒。然后可以的话，你可以在家里放一张瑜伽垫，或者你可以放巧拼，都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带着你一步一步慢慢下去做。你可以借由呼吸让你的心可以平顺下来、平缓下来。你可以借由冥想，让你身体心理可以更加的专心。那你可以在练习体位法的时候，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有弹性，你的血液循环会更好。好，我们一开始会先来到呼吸法的位置。好，第一个你可以先找到你舒服的坐姿。当你来到你舒服的位置上后，把你的眼睛先闭上，开始让你的心静下来。好，让你的一只手贴在你的胸口上，另外一只手贴在你的腹部上方。好，先去感觉你的呼吸就好，感觉不控制，所以不刻意的用力的去深呼吸，只要你可以很自然的吸气跟吐气。吸气的时候去感觉你的胸口微微的打开，好，再慢慢的吐气，让你的肚子一点点往内收，去感觉你自然呼吸的时候，你的胸口跟腹部有自然的扩张跟往内收，把你的心静下来，把所有的觉知放在你的鼻子下缘跟你的上唇的中间，去感觉你每一个呼吸从你的鼻腔吸进你的身体，经过你鼻腔中间的纤毛，再进去你的整个喉咙里面。好，当你的气进到你的喉咙，再往下感觉很顺的流向你的胸口，进到你的整个身体，再往下继续流向你的双脚。好，可以慢慢的深吐气，很自然的呼吸，感觉气由你的脚底板往上回流，最后再从你的鼻腔慢慢吐出去就好。好，去感觉很自然的吸气跟吐气，一直去感觉你的气在你的鼻跟唇之间吸进跟流出，感觉你的气很顺畅很轻柔，慢慢的让你的呼吸带着你的心再沉淀下来。好，当你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你的呼吸，来开始有意识的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眉心。当你可以深吸气，有意识的去控制你的气从你的鼻腔吸，好，吸进你的整个头颅里面，可以的话让你的气停留在你的脑中一下下。好，也许你可以静止一下你的呼吸。好，再慢慢的往下进到你的整个喉咙支气管内侧，再往下进到你的胸腔，进到你的肺部，扩张你的整个胸口胸廓，再往下来到你的整个腹腔腹部，所以你会感觉到你的整个腹部被鼓起来。再往下慢慢的顺流而下进到你的整个下腹部。好，再慢慢的深吸，吐气时再去感觉气进入到你的现在的双腿，好，进入到你的两脚，送向你的脚趾尖，感觉你的气由你的每一根脚趾头分散出去。好，再慢慢的吸气，感觉气可以往上回流，再从你的鼻腔缓慢的吐出去，感觉到你现在的身体好更加的放松，让你的专注力再次回到你的眉心。再一个深呼吸，深吐气，
慢慢的深吸气，将你的双手打开，往上延伸，带向的天花板。去感觉你的吸气，让你的气一直延伸向你的手指尖。吐气时，再将你的手放松，打开，回到你的臀部两侧。好，反复做就好。再一次深吸，将你的手往上延伸，感觉到你现在两边的侧身伸展，持续的向上提高。好，在吐气时再一次打开放松，回到你的臀部两侧，让你的手指尖轻点在你的垫子上。好，再一次吸气，让你的指尖再次往上提高，感觉你的手臂到你的指尖完全的延展。好，吐气时将左手放回到左边臀部外侧的地板。好，右手持续的向上再延伸。好，吐气时把右手再往左边墙壁的方向再延伸拉出去。好，感觉右边的臀部再往下沉。好，再停留三个呼吸就好。好，停，三二，好，一，来把气吐干净，吸气，两手同时往上带回到你的天花板。好，吐气时将右手往下放回到右臀外侧的地板，左手再一次吸气往上延伸，让你的手指尖，吐气时指尖往右侧墙壁的方向延伸。好，让你的肩膀都放松。好，让你的眼睛可以继续的闭着，感受你的呼吸，感受你的气带进到你现在的肩颈放松，后背放松，让左边的臀部继续往下沉，让你的手指尖可以继续的往墙壁的方向再拉出去。好，再停留最后一个呼吸，吐气完，来吸气，将你的两手都往上延伸，带回到你的天花板。好，吐气时把你的双手放松，回到你的臀部两侧，来慢慢的将你的双脚往中间合并在一起。好，下一个吸气时可以感觉到脚掌踩地板，臀部离开地板。好，让你的身体轻松的蹲起来就好。好，在下一个吸气时慢慢的将你的身体上半身站起来。好，吸气，再一次把两手往上延伸，带向的天花板。吐气时膝盖弯很多，让你的双手往下去找地板，或者你可以将你的两手抱住你的双脚后侧，你可以抱小腿、抱大腿都没有关系，把你的身体放松，感觉在这里停留，你的下背，你的臀部后侧可以再往斜下方延伸向你的地板，让你的腰椎完全放松。好，下一个吸气，让两手来到小腿的前侧，把你的胸口、背部挺起，往前延伸。吐气时把你的膝盖弯曲，来想象着你坐在椅子上的感觉，把臀部向后。好，可以把手吸气再往斜上方延伸，好，一点点就好，可以不用太多，把胸口胸椎再往上提高。好，让你的视线轻松的看向的正前方。再一个深长的呼吸，吐气，慢慢的来将两手往下放回到地板。好，再次把头放松，把你的颈椎后背放松。好，让指尖轻点地板。好，吸气时将你的头慢慢的提起来。好，让你的颈椎缓慢的往前延伸。吐气时手指尖有力量的撑着你的地板。好，膝盖缓慢的弯曲。好，让你的臀部慢慢坐回到地板上。好，坐下来再次回到轻松的散盘坐姿，或者你的膝盖觉得不舒服，你可以把脚伸直。最后一次的吸气，来把两手往上延伸，带向你的天花板。吐气来把你的手合十，回到你的胸口前侧，来将你的大拇指来到你的胸前，闭着你的眼睛，再一次的去感受你的呼吸，慢慢的深吸深吐。好，吸气时来将大拇指移动到你的眉心，
将你的专注力回到两眼之间，好，去感觉你所有外放的感官全部收回到你的身体。再一个深长的吐气，将你身体所有紧绷的压力，所有不安的情绪全部放松放下。好，再一个深长的吸气，将你的眼睛打开。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